Hi, this is Lynn from Mapit. This is Randa with Mapit. For over a total of 10 years, we've dedicated our lives to helping our clients sell, buy, and lease real estate. Our mission is to share our story and experiences in hopes of helping others on their real estate journey. Welcome to the Mapit Show. Hi, 大家好，我是益阳地产的严林。今天我们想讲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热门的话题，就是 Amazon 入驻纽约了。所有人都知道 Amazon 入驻纽约了，但是是在长岛市，不是在长岛。很多人都以为是在长岛，长岛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区，长岛市是属于在 Queens。那长岛市在哪里呢？长岛市是在纽约 Queens 的一个地区，与曼哈顿隔河相望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新闻一出来，长岛市的房价是突飞猛进的一个情况，一个 weekend 一个周末，整个一个大楼的楼盘全部卖空了，大家都在抢。那么现在我想问大家分析一下，如果你有100万美金，可能你现在已经买不起长岛市的公寓了，或者你只能买一个筒仓，或者是一个很小的一房一厅。那么真正在 Amazon 工作的高薪阶级有多少呢？他会大概有25000个工作，那么真正能够在10万年薪的员工可能也来，我们就说是30%，10万在纽约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除了税以后，他们真的付得起3000或者到50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吗？那么这个问题就想说，我讨论的话题除了长岛市，我们还能够投资在哪里呢？你可以看一下地图，长岛市是在这里，它的 headquarter 是在现在 City Bank 花旗银行的总部的一个大楼。那么它是在所有的地铁线交界这边，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这是7号线，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坐的一条线。7号线是经过 Sunnyside 乌塞这边的。 Sunnyside 是一个以后会发展或者是租很好租的一个地方。乌塞还有 Astoria 离 Long Island City 你可以坐 bus 也可以坐地铁。我相信大概年薪在10万的时候，你是想选一房一厅的付3500，还是一房一厅付2100的情况下，我相信80%的人都不介意去坐5分钟的 bus 的。所以这方面很多人都不知道，说除了长岛市周边的这几个小区域还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在想说，我怎么才能够找这边的房子呢？我们益阳地产的网站其实是和纽约的 MLS， 就是我们经纪人用的一个网站，是连起来的。那么您可以看到说，现在我这边是益阳地产的中文翻译网站。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您打开mapitrealty.com 以后呢，您可以到这边有一个翻译，我们这边有一个翻译软件的，是在益阳地产网站下面的。您在右手边这边呢，可以点中文简体或者是繁体。您点了以后呢，整个就变成我们可以看得懂的中文的网站了，那您就可以做搜索了。像 Astoria 在英文他们翻译成了道夫。那么我现在的价钱呢，大概我想选50万没有上限，然后或者是选commercial 或者是公寓都可以。我现在进行一个简单的搜索，那所有 Astoria 的在市场上的地产都已经出来了。您可以看到说两房两浴的公寓，
是120万。那么两房现在在长岛市已经将近200万了。那您是不是说可以花200万买两套在周边的环境买一个两套投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只是觉得很多华人想去投资，但又觉得说囊中羞涩。虽然100万美金不算一个小数目，但是在纽约来讲，特别是长岛市那边，并不是一个可以买到一块很大一亩三分地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往周边发展一下。好，谢谢您的观看，如果有问题可以在下面提问，我们会及时回答您的问题。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都会放在叙述栏里面。还有别忘了要 subscribe us. See you next time.